这个时候大家也吃饱了吗？双手可以借我一下吗？好，所以等一下我说拍三下，一二三，可以吗？一二三，这样。唱歌，因为他来头不小，他是好莱坞音乐学院毕业的，爱掌声鼓励，所以我不能乱唱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小怡本来今天晚上应该是在纽约的云顶酒店表演，但是我回台湾过年，所以就跟惊艳所有在座所有的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，就是嘉宾们、贵宾们一起围炉。那今天大家一定要非常开心，非常的玩得非常的嗨，好不好？好，那现在我们已经到第几道菜了呢？第九道了，所以只剩下三道吗？只剩下水果，那我要赶快让你们嗨，是不是 ？OK OK， 好，那待会呢，我们会带来比较轻快的歌曲，让你们开心一点点。那现场有小朋友在吗？小朋友在吗 ？OK， 待会要准备哦，等一下就是，对，等一下。
你们要准备要跳舞，你们知道吗？好，我把台上的小朋友都拉上来，好不好？那你可以，大家可以把你的小朋友赠送到舞台前方，待会五分钟之后会还给你。阿姨可以跟你们一起邀请你们一起跳舞吗？好，来，这边爸爸妈妈已经害羞了，对不对？有小朋友吗？来，我看一下，来前面两桌来。两小帅哥，可以吗？一起来跟我们一起跳舞，好不好？好，对啊，好棒啊 ！Come on， 不要害羞。对，没关系，放心，我会拉。还有妹妹也是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家不要害羞，借我五分钟，阿姨就让你回去。对，大家来，大家一起来，好不好？那边有弟弟，对不对？那边有弟弟要不要一起来？不好意思，好，有小小朋友要一起上来吗？这边有一个弟弟，对不对？好，要邀请你们跳，那边有妹妹哦。好，来，小朋友都欢迎到前方来，因为阿姨穿这个高跟鞋不好走，然后我还是会下去拉你们，但是可能没办法到很后面。那如果小朋友想要上台的话，都不要害羞，赶快上来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一年就是这个一次，要待会好好的跳，你可以领到比较大的红包，对不对？今天好好的表演，跟阿姨一起在好台上好好的表演。再来，小苹果送给你们，抓住救我 ，Come on， 双手打拍子，呜。好，想要上来的小朋友都不要客气哦，好吗？我就像一颗种子，终于长出了果实，今天是个伟大日子。摘下星星送给你，摘下月亮给你，让它每天为你升起。变成蜡烛燃烧自己，只为照亮你。把我一切都献给你，直到你欢喜。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。生命虽然爱你，永远换你们唱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多。红红的小脸。演出呢，谢谢大家啦，谢谢我们第三阶段演出。
呢，就会带来一样像现在这样很开心的音乐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稍待片刻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